接来了。有散弹吗？我有，我有，我有，我有。不知道去干嘛。那九十八点一个人刷分还没倒，就成年水晶压掉，恭喜 FYP 1-0先下一局，效果卢娜这个位置自己还有大家的多大的时间，让我们恭喜 FYP。 这个道具非常的精良，我明显能看得出来。那么明天呢，马上会迎战到今天第二场的一个胜者，那么就会在 MTG 和 HI 当中产生一个自己明天的对手，会比较想要和谁交手呢？MTG 吧，毕竟老对手，我们还没赢过他们。这个位置给拿下来，让我们再次恭喜 XYG。